지구냥. 지구냥. 지구냥, 지구냥, 你去哪儿了, 지구냥? 干什么? 지구냥. 왜 지구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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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玩这个呀? 지구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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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到你的手了, 지구냥. 乔月蝉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念你为我们罗家育有一儿一女，所以我就缺少对你的管束了。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竟然行下如此恶举，蓄意谋害婆母袁静阁，劫杀嫡女，如今你还想毁其清誉，你可知罪？ 老夫人，陈四说，是乔五爷吩咐他做这个做那个，那也只是一面之词啊。乔五爷本人并不在此，陈四敢跟他当面对质吗？大夫来了，陈大夫。 老朽孟和堂见过老夫人，见过罗二爷。没想到十多年不见，二爷还记得老朽。你不是陈大夫吗？怎么姓孟了呢？此事恕来惭愧，老朽姓孟，扬州人士，只因乔小娘不愿让旁人知道她和老朽是旧相识，故谎称姓陈。 老爷息怒，妾身确实去到扬州找他瞧过病，也只是相信他的医术，又很担心专程从扬州请个大夫进京会遭人诟病，这才请他一名。老朽几次进京，曾先后为乔小娘保下了两胎，但有一胎，奈何乔小娘心事过重，伤及了胎儿，老朽虽尽了全力。 还是功亏一篑，乔小娘为了不让老朽说出此事，亲自买了宅子赠与老朽。老朽一时迷了心窍，便照她吩咐所说，华胎是七姑娘所做，老朽对不住七姑娘。乔月蝉呐，乔月蝉。 你自己保不住你的孩子，居然嫁祸于人，嫁祸于一个小姑娘，居心何其毒也！可怜的怡宁，因为此事被赶去了别院，一去就去了十多年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这是诬陷，你就是诬陷！你说我送你宅子，你有何证据？ 有房契为证。如今写字都可以作假，房契也可以作假。这是你亲手给我的，怎会有假？房契上写的是庚子年的四月初五，那日莲儿生了场大病，我去寺庙如诉祈福，官人担心我腹中的孩子，亲自陪我去的寺庙。我记起来了，那天是立夏，正好是四月初五。你还说过，若孩子出生可取下字为名。幸好你记得，否则我还真成了有罪之人。
只可惜啊，这作假之人还让我分身去取了房契，亲手送给了孟和他。这些话是七姑娘让我说的，那宅子也是她送给我的，让我变卖当年的旧事，来陷害乔小娘。七姑娘真是有手段，你这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呀！枉我当初对你视如己出，比对莲儿都好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孟大夫，一个人不管做错了什么事情，都不应该祸及家人。你还准备这么错下去吗？七姑娘，你不但找了人，你还要找他的家人去威胁他吗？收买、威胁、利用，这不就是你乔小娘最惯用的手段吗？请取。姐，你别怪我，这件事情瞒不住了，我全都招了。二爷，老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老夫人，此人是乔五爷，受了乔小娘的指使，抓了孟大夫。后来孟大夫被我接走了，他便抓了孟大夫在老家的妻女。孟大夫回京以后，他伺机接近威胁，让孟大夫反过来诬陷我家七姑娘。我这里有乔五爷的罪状，还有乔小娘指使乔五爷做事的亲笔信。还有她，是乔小娘院子里的李妈妈。当年乔小娘栽赃嫁祸之事，她亦可以作证。李妈妈，你不是告病回乡了吗？大娘子，因为老奴知道乔小娘当年对七姑娘还有顾大娘子所做的恶事，她怕老奴离开她的院子之后说漏嘴，于是威逼着老奴离开，又在半路想加害于老奴。幸得秦曲姑娘相救，快走，老奴愿作证。孟大夫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想说实话吗？当年乔小娘曾向老朽要过一本医典，上头有个方子，可以致人产生滑胎之象，而不会真正的伤害胎儿。老朽也是后来在药渣当中知晓此事的，可当时顾大娘子已然离府，老朽也不便再多言。明兰害你之事，都是你自己所为。老朽说，乔小娘这一胎本已保不住，她就用这个来陷害七姑娘，也是真的。还有这些房契，都是乔小娘亲手做的假。乔武抓走了我的妻女，威胁我要用这些假房契来陷害七姑娘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自打我回府以来，你就一直算计，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我哪算得过你，仗着罗家嫡女的身份作威作福，那也比不上小娘心思歹毒，先是害了我母亲，如今又想害我。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咎由自取。那今日凌人之事也是你收买了，来陷害以您的清白。月蝉，自从你我初相识起，你便善解人意，知书达理，
我视你为知音呢，可你为何变得如此的恶毒？为何这么多年我给足你银两体面，我从来就没有亏待过你，为何不说话？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说什么？啊！当年你许我的大娘子啊，你娶了顾明兰，我都不知道我哪一点比不上他。是不是只因为我是一个庶女？你告诉我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。与我在一起，你就是为了大娘子的名分吗？我一日做了妾，我就是想赶走顾明兰。可之后你又娶了林寒如，她又是一个富家之女，我又怎么比得过？我看我是有错，可是我千错万错，我为你生下了一儿一女。我心里念的想的都是你，我的一辈子都给了这两个孩子，我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能够为罗家光宗耀祖，你明白吗？我一生都很好强，我是错，我是输，我的孩子不能输，罗成章，我们的孩子不能输啊。错了，回不去了。